比多，接招吧！看我的柔骨兔八段摔肢 PT 暴击！什么？小五算你厉害，你给我等着瞧！小五啊，小五妹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为什么有这么多这么可爱的小英雄？我看这些英雄攻击力很强啊，可以射出弓箭和发出炮弹。原来这些怪物是千仞雪和比比东，还有朱竹清用魔法变出来的，他们想用这些怪物去伤害唐三哥哥，这怎么可以呢？小五妹妹一定要好好保护唐三哥哥，唐三哥哥是我们大家心目中的男神，他的三叉戟和昊天锤是最厉害的武器，小五妹妹也是我们的女神，你一定要打赢千仞雪和比比东他们。快看快看，怪物又来了，这些怪物一定不是小五妹妹的对手，一个八段摔就可以把他们摔死了。听说比比东和千仞雪上次要去找唐三哥哥玩，但是我们的唐三哥哥没有理他们，因为唐三哥哥说他只想和小五妹妹玩，所以他们这次才会用怪物来伤害唐三哥哥。小五妹，你还有很多支持你的小伙伴们，他们一定会保护你，他们不会让比比东和千仞雪来伤害你和唐三哥哥。小五妹妹，你真是太漂亮了，而且你也非常善良，你一定要和唐三哥哥好好在一起。唐三哥哥前几天和我说，小五妹妹在他心中是最好的最漂亮的。哎呀，小五妹妹，你终于赢了呀。